跟大家对于马习会今天的表现、他们现在正在开始往前了，一起上凯道，一起上凯道，一起上凯道。我们看到这是什么东西？中正庙，中正庙就是殖民地的印记，就是殖民地的印记。今天马英九跟马习会谈完以后，他待会记者会开完，我们就可以确定，大概确定一样东西。因为民主的意涵告诉我们，人民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。或骂、不骂等等相关的活动、相关的贸易活动，七言宗旨是要希望能够增加人民。